球你的衣服都没有湿？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不在主场比较有洗澡的东西，我觉得等一下还有移动回去，我觉得身体会比较不舒服，对，会比较痛苦一点，对。是后面就没有比赛，不用投球，生病不舒服也没关系啊。其实我们要善待自己，让自己保持很好的状态啊，因为毕竟我们是表演者，所以我们要对呈现美好的一面吧。为什么你女儿会叫我爸爸？她。你谁生的、啊？叫他爸爸。你叫我、怎么了？我很想这个问题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味道我不太喜欢，而且又黏黏的。等一下我又要回去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蛮痛苦的事情。为什么姐姐？不知道，这个人就怪了一个，蛮怪的。我每一年我都躲得很远，我只有刚上半季的时候冠军的时候就在那边让人家泼，因为在主场，所以在洗澡方面东西比较齐全，我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精力。等一下，最想要吃东西，因为先发我都不吃东西，现在肚子很饿，对，身材已经够瘦了。好，中国校恭喜你，校。哎，可以。哦呦，你有小杠你，哎，真的很怪哦，不错。